您怎么来了？您来提前也不跟我说一声，我好去车站接你啊。我来我姑娘家还用打招呼吗？是，来妈，快进屋。哟，亲家来了，这什么味儿啊，这么臭啊。亲家，我从老家过来给我姑娘带点菜。哎呀，臭死了，赶紧扔掉扔掉。妈，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我就喜欢我妈从老家带来的蔬菜。就是就是，这个有机蔬菜呀，炒出来就是好吃。妈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可能我婆婆呀闻不惯这个菜的味道。这样吧，我出去买点菜，咱们晚上回来做饭吃。好，好。来，妈，您先坐一会儿，我呀出去买菜。哎，娜娜，少买点啊，买多了吃不了，浪费。哎呀，我说亲家呀，咱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该懂点事儿了。懂事儿？懂什么事儿啊，亲家？你看看你带的这些烂菜，弄得满屋子都是味儿，带的什么东西啊？这是。可是，这些菜我女儿她从小就爱吃呀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家也不是你女儿一个人说了算的。哎，亲家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干什么？给你扔掉。哎，我说你还在这干嘛呢？难道真的留下来吃晚饭啊？行，我这就走。老公，我妈呢？你看见我妈了吗？这菜怎么扔在门口了？没有啊，老婆，我回来一直没看见咱妈呀。哎，妈，我丈母娘来了吗？来了，待不惯又走了。妈，您是不是把我妈给撵走了呀？那为什么菜在门口放着呢？哎，娜娜，你怎么这么跟咱妈说话呀？你自己问咱妈吧。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他自己小心眼，我就说了他身上有味儿，他受不了他就走了。妈，那是您觉得他有味道，可是在我的心里他是香的，是香的呀。你知道我妈给我送来的这些不仅仅是菜，更是他对我的爱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再怎么说他也是娜娜他妈，那是我丈母娘啊。再者说了，他人生地不熟的，走了去哪儿啊？他爱去哪儿去哪儿，反正别来我们家。哎，娜娜。妈，您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丈母娘她好不容易来一次，你给她摆什么脸子呀？这菜我看挺好的，你要闻不惯呀您就别闻了。哎哎，儿子，